挂包丢进油锅，炸成金黄色，放入一大块抹茶冰砖，店员淋上炼乳，再舀入红豆，这道红豆抹茶挂包就完成了。会啊，会啊，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用传统的方式，可是说一个另一种方式的呈现。对啊，就蛮新奇的，还不错吧？我想吃啊，就看起来量很多。不只有冰的，店家还把主食炒面淋上卤肉，夹进挂包，就连薯条也能搭配樱花虾夹着一起吃，超。冲突美食还有这一款，现在点最快5点拿得到了。现在只有喝的饮料、冰沙不用的。老板娘卖的红豆饼加高丽菜饭，没有2小时前预约还吃不到。人气的还有这一款招牌起司蛋，长长的会看稀。现烤吐司抹上巧克力酱，夹上薯饼。老板说，这样夹着吃是年轻人最爱的隐藏版，什么都夹，什么都不习惯，就看吃不吃得惯。三新闻郑荣寻清台报道。